圆满完成了在台湾海峡远程火力。透过武力的威胁，绝对得不到任何的幸福，也不会得到全球的祝福。所以中国从东印等外领导地区守军已经开始强化戒备。中国大陆外交部一个中国原则，中国只是被迫防守反击。中国的军演只会让全球民主不正义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更加的担心，更多的担忧。根据上级命令，我与战友驾驶战机战斗起飞。那这样的一个举动只会让中国越来越孤立，他不但得不到台湾人的民心，他更不会得到全球的祝福，甚至他会得到全球对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。越多的军演，越多的文攻武吓，越多的恫吓，只会把台湾越推越远，哦，越推越远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